这个。 不好意思，现在不是了吧？那个位置最近可被你推荐的另一个人占着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嘛，最近不是刚来了个可爱的新面孔吗？你也认识他的，下次一起碰个面。话说回来，之前你不都跟耗子似的东躲西藏，现在倒是胆儿肥了，怎么还知道到处瞎转悠？卡拉汉。 你知道在我的人生中，最让我后悔的是什么吗？我可没过过你这么卑微的人生，当然不知道。就是我从你的肮脏的实验室里逃跑的时候，没能把你给杀了。否则，现在也不用再面对你那恶心巴拉的脸了。<笑>你说话别这么刻薄嘛。 我倒是对你万分感谢的，多亏有了你，我才能对龙之宝玉进行深一番的研究。当然，若是最后能杀了你，将龙之宝玉收入囊中，应该会更简单才是。<笑>死到临头还那么多废话，受死吧！ 关心我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！不过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现在没时间废话，有什么东墙都改日再续吧，老朋友。<笑>